好，请合掌。我谁知智慧第二章云：犹如今日鸡鸣狼，所有诸意如是光顾，胸中之智般若，诸有愚痴生死牢狱无明，安住苦所，彼众生海中悲痛，以至具足六识云影，云如大雷震，烦恼随起，也知铁锁为解脱，无明安住苦之妙呀，境界未断会宝剑，从本清净究竟实地功德深远，佛慈最深。白衣十二相好庄严，除我心安，尽力妙吉祥。嗡阿拉巴扎那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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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拉巴
大悲尊严，极遍之光明，尽诸心，于之诸黑暗，即尽即论，焦点皆真德，愿此智慧遍在心间，其拙增长闻思修慧能，其拙增长将论出智慧，其拙思欲共不共悉地，愿速入尊成就其家，其拙人云先觉之深乐，其拙速消除颠倒邪知，其拙尽断身心疑惑，愿速入尊成就其家之。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好，那我们，老师好，好，那我们今天一样一起学习毗婆舍那。那请大家翻开《广论·毗婆舍那》第409页。好，那我们上次讲到说，要通达普特伽罗无我之前，一定要通达法之上，实为有地时的单着境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要对治掉、破除掉对于法之上之为有地时的单着境。那上次我们提过，譬如说，当我们知道没有实女儿以后，我们确定没有实女儿，我们就可以确定实女儿她的长相、她的眼睛、耳朵等等也是不存在的。所以由此来成立说。在通达普特伽罗无我之前，一定要通达对于运体
有地识执着的这种单着境，它是不存在的。那接下来要谈到讨论什么问题呢？接下来409页这个地方就讲到，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那我们在自部中，也就是我们内道的中医师当中，说时事师们，他们也承许有所谓的假有，他们也认为补特伽罗是假有。那如果补特伽罗是假有，也就等于说是圣意有，那是否说时事师们他们也通达圣意有，也就是通达无我的意思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产生呢？那这边要讲的，首先说时事师们他们所认知的实有假有，跟应成派所认知的实有假有是完全不同的意思。虽然字面上都是称之为实有或假有，但是所谓的实有跟假有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即使他们所认知的实有，在应成派来看，他们所认知的假有或者说无地识，在应成派来看其实就是所谓有地识的概念。首先他们不会承许说诸法无地识这一点。再来，即使说他们在他们的宗义当中有提到所谓假有的这种字词，但是这个所谓的假有跟应成派所认知的假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时事师是完全没有证得假有或者说圣意的内涵，也就是没有通达无我的意思。那这边提到了所谓实有跟假有这个专有名词，在四部中医，在我们学中医的时候有特别去学习这个单元。所谓 实有跟假有在四部中医都有不同的看法，但就总体所谓的实有这个专有的专业术语，它到底代表怎么样一个内涵，它其实要讲的就是不关带、独立、坚固的存在，就是所谓的实有内涵。就四部中医而言，所谓的实有都是一种不需要关带的一个情况，而假有就是它必须要关带。所以就我们听到实有跟假有的时候，乍听之下似乎觉得很陌生，也不知道它到底要表达什么内涵。那其实我们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它。所谓的实有假有，实有的意思它是实际上不需要关带，能够坚实坚固的存在，这种叫做实有。反之，需要关带它就不能够坚固坚实的存在，所以称之为假有。这是一种理解方式。当然细致来讲，所谓的关带的内涵就会不一样了。譬如说，就以一切有部而言，一切有部在认知实有跟假有的话，他会认为说，一个法当它被破坏掉了，当它被我们的心去各个去区分它的之分的时候，最后这个法支持这一法的心到底还能不能够存在。譬如说瓶子当它破碎了，这时候我们支持瓶子的心是否还存在呢？如果瓶子都破掉了，我们对于这个东西我们依然升起一个它是瓶子的想法，这样的一个念头还能够存在的话，没有看到分享的画面吗？有，没有，对，没有只有佛像，没有，只有佛像哦。网络的那个画面，好，那我调整一下。这样可以吗？啊，有了，谢谢法师。哦，抱歉，刚才没注意到。好，那我们再回过来。所谓的实有跟假有，就以一切有部而言，当一个东西被破坏掉以后，它支持它的心就不能够存在的话，它就是假有。当它被破坏，或者说用心去区分它的各个之分，最后还能够支持它的心，都还能够存在的话，它就是实有。
就好比说即围城，他切割到最后，他们认为有所谓无方分即围城，就是最小最小的那个例子，他已经到无法切割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还可以升起一颗他是围城的这种心，那他这个围城他就是实有。那其他的东西，像这边我们讲到的初显法，譬如说普特切罗也好，或者说其他很多围城积聚而成的这些物体，他们都是无法被切割以后依然保持着支持他的心，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假有的部分。那到了经部中一直到次序派，他们认为所谓的实有跟假有，它是从辨识这个法，譬如说当我要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需要透过其他的诸多因素才能够去了解它的话，那这个东西它就是属于 假有。如果说我了解这个东西，譬如说当我们看到瓶子的时候，我们能够很直观的看到，哦，它就是瓶子，直接升起这个它是瓶子的心，我不需要再依赖其他的因立什么正因去成立说它是瓶子的话，那这个瓶子它就可以是实有。所以当我们譬如说了解所谓的补特切罗，了解一个人，所谓的人是什么，所谓的补特切罗是什么，它无非是在五蕴之上或者说四蕴之上，观待于四蕴或五蕴而假立的一个事服嘛，一个这样的一个聚合而说 它是人，有这样一个蕴体的聚合说它是人，或者说它是普特切罗。所以它要了解说这个是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必须观待其他因素才能够了解说它是普特切罗。那这种情况普特切罗它就是假有的，反之我们能够很直观的就直接了解到它，不需要再观待其他因素，那它就是实有。这个是经部中一直到次序派之间所认知的实有跟假有的概念。那应成派呢，他就认为说诸法它都是仅由分别心假立，所以它都必须观待于名言施设才能够存在，它不可能在静的自方，它自体存在，自方存在，所以一切法皆是假有。所以在讲到实有跟假有的时候，同样都用实有跟假有的这个词，但是每一个宗义每个部派它所认知的实有跟假有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观不观待这件事情，只是观待的内容不同，但是不需要观待的它是实有，需要观待的就会安立它为假有，所以这是一个共同的特征。那我们这边就讲到了自不说十事中呢，他们认为说补特切罗是假有，所以他们不会承许补特切罗是圣义有，因为他们认为说所谓的假有跟假有呢，它就是世俗有，实有它就是圣义有。圣义有的意思在他们认知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俗就好比像虚假的不真实的，所以称之为 世俗。圣义就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它不是骗人的，不是欺诳的。所以在他们这个时候他中提出这个问题，他就说那一切有部或者说这些说实事师们，他们也承许补特切罗是假有的，那他们既然承许是假有的话，他们就不会承许说补特切罗是圣义有，圣义有就是地时存在嘛。那既然他们不承许补特切罗是地时存在的话，那是否他们也会了解到说言等诸法皆无自性呢？是不是也通达这些初显的法透过诸多围城积聚而成的这些眼耳鼻舌身等等诸法呢，它也是无地时，因为他们也都是初显法，也都是假有的。这是他中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有人问提出这样问难。那这时候智宗怎么回答？他说如果照你这样的讲法的话，眼等还有苗芽这些呢，若如是者，眼等眼及苗芽诸初显法彼等亦皆许为假有。照你这个推论来讲，
我们眼根、耳根、鼻、舌、身，还有说苗牙、瓶子、外在这些、事物诸出显法，它都是积聚而成的，所以称之为出显嘛。他们也都是照你这个理论来推，应该都要承许他们是假有啦。那如果说都承许他们假有的话，那是否他们也通达这些法是无自性的呢？那照你的讲法就变说他们也是通达言等诸法是无自性的。若为实耳，这边讲的是若如是许，假如说照你这样的一个例中继续承许下去的话呢，唯汝自许就会跟你之前所讲的产生矛盾的。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因为你之前有提到说说时事师们他们不承许诸法是无自性的，那你现在又说他通达无自性，不是就矛盾了吗？所以而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说时事师们他们都承许诸法是无自性的话，那中观师就没有必要很努力的去跟他们成立说诸法是无自性的，而且他们也不会对于说中观师在承许诸法是无自性，说诸法是如幻如化的时候提出问难，提出驳难。如果说他们的承许跟中观师的承许是一样的，都说诸法是无自性的话，无地时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说在中观师承许诸法无自性的时候呢，然后这些说时事师反过来问难他们，问难中观师。所以这边就讲到说显明义书，显明义书这边若如梦者，无时不善及布施等，皆未睡时，岂非同于已睡之时呢？如果说这时候是说时事师提出来的问难，显明义书是县官的解释嘛，那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说到了说时事师他们提出来的一个问难是什么呢？如果照你们中观师的讲法说诸法都如幻如化，如同做梦一般存在的话，那你这样的话怎么样去安立所谓的时不善还有布施等等呢？因为这些都是如梦如幻的话，就表示说它并不是真实存在啊。那你这样的话怎么样去分辨说睡着的时候跟没睡着的时候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呢？既然都如梦的话，你睡着是如梦，睡着时候当然是梦境状态，那你平常清醒的时候也都是好比在梦中一般的话，那这两者里面所见的事物所安立的事物又有何差异呢？你就无法去分辨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哪一个是错乱哪一个是真实了。所以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什么呢？看出说说时事师对于中观中提出说诸法是无自性如梦一般的观点是不承许的，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说诸法就是如梦的一个概念。所以接着我们上次的进度，则石子贤等自序中观师说彼如梦无实之时因无博难，说时事实因无博难。这边就说到，如果说照你的讲法说说时事实他们都已经通达诸法是无自性的话，那也就表示说他们承许诸法是无自性的。如果说他们承许诸法是无自性的话，当中观师提出诸法是无自性就好比像做梦一般的时候，说时事师他们就不应该提出问难，因无博难。故说时事自中说圣意世俗成与不成，与中观中说世俗圣意成与不成极不相顺。所以这边大师做了一个结论，结论什么呢？说时事师他们同样都提到了有所谓的圣意，所谓的世俗，所谓的实有假有，虽然有这么多共同的名词，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说时事师所提到的这些概念跟应承派所认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故说时事之中说圣意世俗，圣意成立或者说世俗成立
不成，跟中观师中说到的世俗圣意成与不成极不相顺，完全是不相顺的，不同的概念。故彼诸师世俗所许诸法，由中观师自量断之成圣意有，彼师许为圣意有者，中观应成世俗有。这句因为翻译的不是很顺畅，所以我做了调整。中观意成世俗有。好，那我这边改成怎么样呢？彼等说时是时是，是这个释迦合注当中注解，彼等说时是时呢，所许世俗，也就是说说时是时他们所承许的世俗，若以中观师观之，就以中观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于中观中是成圣意成立，就当你们是说时是时所提到的所谓的世俗，就以应成派或者说中观师来看，也就是所谓的圣意成立，就是地时成立的意思。你们所谓的世俗成立，在我们来看就是圣意成立，就是地时成立。譬如金布施许共相是世俗，然许彼四方成立故，以中观师而言，共相时成地时成立。举一个譬喻，譬如说金布施、金布宗，他们承许说共相、自相跟共相，共相意思就是常法的意思，自相跟常法是同意的，也就是说他们承许常法它是世俗的，常法是世俗，然许彼自方成立故，虽然说常法它是世俗，但是他们还承许说常法它是自方成立的，自方成立就是在净的那一方它是存在的，在净的那一方你必须要寻找得到，你才能够安立它的存在。但是就以应成派而言，以中观师而言，共相实成地时成立，就你们所讲的，你既说常法它是世俗，又说常法是自方成立，那就等于说你说常法它是地时成立了，因为自方成立跟地时成立是同一个概念、啊、所谓的地时成立它是不需要观待，在净的那一方它能够独立存在，它就是所谓的自方成立，所谓的地时成立自相有等等。所以就你们说时是时所提到的世俗，在我们应成派来看，中观师来看，其实就是圣意的概念，就是地时的一个概念，圣意成立地时成立的概念。反过来彼等说时是时所许诸圣意成立，以中观师而言是成世俗成立，然以中观师而言自相则是无地时成立，故彼等所许世俗成立，中观师须成立为无地时。好、哦哦、这边漏掉了，譬如金布施虽许自相地时成立，然以中观师而言自相则是无地时成立，故彼等所许世俗成立，中观师须成立为无地时。好，那反过来讲说，说时是时呢，他们所承许说是圣意成立的东西，譬如说自相，它是承许圣意成立的，自相和时事是同意的，跟物质是同意，是时事是同意的，跟无常是同意的，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而言，说时是时说无常它是圣意成立的。但是呢，以中观师来看，无常它其实并不是圣意成立，它是世俗成立的，它是虚假的，它是假有的。所以举个譬喻，譬如金布施虽许自相地时成立，他们虽然承许无常法都是地时成立的，但是就以中观师而言呢，这些法自相则是无地时成立，实际上呢自相它是没有地时成立的，它没有自方成立的，
故彼等所许世俗成立，所以呢，就你们是说时事师所许的世俗成立呢，中观师反过来要跟你们成立说他是无地时的，所以中观师须成立为无地时，在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圣义成立的东西呢，中观师来看是世俗成立的，在他们说为是圣义成立的东西，是地时成立的东西，反过来中观师要说服他们说这些东西是世俗成立的，是无地时的，是世俗成立的。好，所以这边就提到说什么呢，中观师所许的圣义世俗成立和说时师所许的世俗圣义成立与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全无所为。全无所为什么？全无所为呢？是说时事实说有世俗成立的东西，在应成派来看，这样的一个讲法就是等于在说是圣义成立的。所以说时事实说世俗成立，但应成派会说是圣义成立，这个没有相违，反过来也是如此，因详辨别。所以这时候要好好的区分说，同样都讲到说是世俗圣义，或者说假有跟实有，但实际上每个宗义对于同样一个词它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应该要很仔细的去做辨别。又比诸师，又比哪些诸师？说时是说时是诸师所许假有卜特伽罗，与此论师所许假有卜特伽罗，恶名虽同，其义各异。所以这边又再讲到一次，说时事师他们所认知的假有的卜特伽罗，跟与此论师，与此论师指的就是在中观应成派月城论师所许的假有的卜特伽罗，同样都叫假有的卜特伽罗，恶名虽同，两个名字虽然都一样，但是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其义各异是完全不一样的。以此论师说彼诸师皆无通达卜特伽罗无我见故，所以呢，此论师指的是月称论师应成派的论师们才会说，说彼诸师，说彼说时是诸师皆无通达，都没有通达卜特伽罗无我正见，又未通达，又未朝向通达彼通达诸法无我。如果说没有朝着通达卜特伽罗、通达诸法无我的这样一个方向之宗义，没有朝向这样的一个宗义，没有朝向通达诸法无我的宗义的话，亦不能通达卜特伽罗无我义故。这我们之前提到的嘛，就是如果说没有办法对治掉对于诸法之上实为有地时的这种单着境，没办法对治掉这样的一个单着的话，你是不可能通达卜特伽罗无我的。所以故此论师许其乃至未舍诸蕴实有之中，亦指卜特伽罗自性成立之实有。如果说这些说时事师们乃至没有办法弃舍认为说在蕴体之上是有地时的这种宗义，这个时候呢，他一定会执着执取卜特伽罗也是自性成立的实有，卜特伽罗他也是实有的，也是地实有的。彼中诸师乃至未能弃舍承许蕴有实质成立之地时之间，彼等则未能通达卜特伽罗圣义无故。所以彼中诸师，也就是这些说时事师们，假如说乃至未能弃舍承许蕴有实质成立之地时之间，他们亦乃至没有弃舍放弃掉说认为说蕴体是有地时的这种执取，他们就必须会彼等则未能通达，他们就没办法去通达卜特伽罗是无地时的，是圣义无的缘故。好，那这一段在讲什么呢？这一段讲的就是说，即使
有人提出来说，说时是师们，他们也承许补特切罗是假友啊，他们也有提到所谓的世俗友啊。虽然如此，他们所提到的实友、假友，跟应城中观派、中观应城派所提到的实友、假友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不会因为他们提到字面上提到说补特切罗是假友的缘故，所以就等于说他们通达了补特切罗是无地使的，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要好好的分辨说，同样都称之为实友假友，但是所谓的实友跟假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内涵，要去把它分辨清楚。最后结论就是回到之前的我们一直提到的修行无我时要从何入门，从修行补特切罗无我入门，是从我身上开始思考。因为当我们去思维我为何，它是如何存在，它的究竟本质为何的时候，这时候所谓的我跟运，它就会似乎会现起一个在运之外有独立的一个我存在，这样的一个所破的形象是比较明显的。在平时二六时中，我们在现起我的时候，特别升起强猛粗猛的烦恼的时候，这个我的一种直取会非常的明显，它是似乎脱离这个运体，不需要观待运体，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对于这样的一个我，它比较容易辨识，所以从这个上面开始思维无我。但是你要通达补特切罗无我，你还是必须要去了解到说，运体之上它是无地识的，在运本身也是无地识的。只要只取运，认为运它是有地识存在的情况，我们就无法去通达补特切罗无我。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通达的先后顺序差异，应该说修行的一个先后顺序差异。所以这一段总结要讲的就是，补特切罗要通达补特切罗无我之前呢，一定要去了解在运体之上，它本身也是无地识的。那这是这一段要提到的一个概念。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第二，正觉者真实义。我们在406页这边刚才讲到的误入真实的次第嘛，次第已经讲完了。那再来就是讲正是要来抉择所谓的真实义空性的内涵为何，所以翻到409页，正觉者真实义分三，分了三科，证明正理所破。第一个，我们要去分辨所破到底为何。我们说无我，无我它是一个否定我存在，但是这个否定我存在是哪一种我？我们如果说认为所破的我，对于这个所破的我辨识不清楚的话，我们要去破除它，要么就会破太过，说完全不存在，要么就破太狭，没有破到真正要破的东西，还依然有实质的存在。所以第一个要证明所破，第二个破所破时，应成能力以谁而破？这个能力呢，改成秩序会比较合适。在破除所破的时候，到底要用应成的论事，还是用秩序的论事？以谁而破呢？以哪一个论事来去做破除呢？或者说以哪一个宗来去破除呢？第三，依其能破于相续中生见之法。那依着这样的一个能破的论事，能破的宗，那最后如何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升起正的空性的正见，通达无我的正见。好，这分的这三科，初又分三。第一个证明所破的时候，证明正理所破，又分三科。第一个必须善明所破之因相，这个因相指的就是原因。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分辨，去辨明所破它的因相为何，它的原因为何。第二个遮遣愚派
为民所破而忘破除。那在破除所破的时候，过去西藏很多先觉者这些论师们，他们一样有去破除所破，但是在破除所破的时候，他们对于所破到底为何都还没有搞清楚，就用很多的方式去做破除，所以变成忘破除。他是随便去破除，他并没有辨识所破而去破除，所以就变成随便破除而忘破除。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避免的一个过失。这是第二颗。第三颗，自派明显所破之理。这个明显就是辨识的意思。自派，我们自中呢是如何去辨识所破，辨别这个所破到底为何啊？分这三颗。经初第一颗讲到必须善明所破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分辨所谓的所破为何，它的原因是什么，它为什么这么重要，辨识所破为何这么重要呢？讲到了譬如说此不特且罗决定无有，必须先视其所无之不特且罗。就好比说我们在讲到这个人不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人不在这里，我们确定他不在这，决定无有，说他不在这，必须先视其所无之不特且罗。那我们要知道说所谓这个人不在这的这个人是谁，我们要先把他了解清楚嘛，不然当一个人说这个人不在这的时候，譬如说某甲不在这，那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某甲到底是谁，他说这个人到底在不在这里，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讲的这个人是谁，我们也无法去跟他说他到底存不存在。所以如是若说无我无性决定此意，那这一句我也把它做一点调整，如是决定所谓无我无自性之意，亦须善知所无之我及其自性。所以同样的，如是决定所谓无我无自性之意，当我们要决定所谓的无我是什么东西，所谓的无自性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呢，你也必须要善知，你必须要好好的去了解所无之我。在讲到无我这个无，它这个所无的我是什么，所不存在的，说不存，我不存在，这个不存在的我到底为何，这个我如果没有搞清楚，我们说我不存在，那就会有这个破太过或破太狭的过失。所无之我之及其自性，若未现起所破总相，若未现起所破亦总相，则其破彼亦难决定，是无颠倒故。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在心中心里面现起说所破它的亦共相为何，所破的一种相，它的一共相到底是怎么样，它的一个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如果我们在心里面没有办法现起来的话呢，则其破彼亦难决定，事物颠倒。那我们如果说搞不清楚就去破它，那就会变成怎么样呢，变成说我们破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正要破除的，会不会是破错东西呢？譬如说我们抓贼，如果说搞不清楚这个贼到底是谁，我们随便乱抓会不会抓错人呢，到底抓的人是贼还不是贼，就会搞不清楚了。所以事无颠倒，亦难决定，事无颠倒故。如果说对于所破的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就很难决定说我们所破的这个，我们去破除这个我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破除到底是不是颠倒的，就没办法决定了。所以必须要去辨识所破。就好比在入行论当中引到了入行论引未处假设是，非能取是无。未处假设是，释迦何处补充，不由于心中现起彼形象之门，未证未处，以颠倒第十增一值假设之所破第十，非能取由通达无第十之门，取是无地识。看似很复杂，首先我们直接从字面来解，未处的意思就是没有了解的意思，这边的处
当作了解来理解。如果说没有办法去了解，在心里面我们没办法去了解，或者说去现起他的一个形象，在心里面没办法现起什么呢？现起说以颠倒第十真一指，就是我们这个我执，或者说这个第十执，他所假设，也就是说他所争议出来的，他去虚构的，他施设的假设的一个第十的事物。这个第十执在我们心里面，第十执他是如何去执取他的形象。我们如果说在心里面搞不清楚说这个第十执他是怎么样去执取对境的，在心里面搞不清楚的话，非能取事物，我们就无法去通达什么呢？通达由无地识之门取这些事物是无地识的。也就是说，如果说在我们心里面对于地识值它是如何去执取的方式，它如何执取，它所执取的境是长什么样的，在心里面如果搞不清楚的话，我们就无法去通达所谓无地识的概念。因为对于第十执它是如何执取的搞不清楚，我们就无法去破除第十执所执的境，它所执的单着境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没办法去了解第十执它所执的境不存在，我们就无法去通达第十是不存在的第十无。所以陆行论这句话，未处假设是非能取事无，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提到的在通达无我之前，应该说修习无我之前，必须要去辨识所破。在思维空性的时候，最开始一定要在心里面现起所破的形象，也就是说在心里面现起一个所破它的异共相。这个异共相就是在心里面现起它的一个形象，它的形象到底为何，它是如何去执取的。譬如说在思维我无地识的时候，无我的时候呢，对于我们平常对于我的安立是如何的，它是名言假立而有的呢，还是说它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它是直接在境的那方独立存在的，完全不需关待这个我，它就是独立自主存在的一种概念在我们意识当中。所以首先在心里面现起这样的一个形象以后，我们再去思维说，诶，这样的我们所认知的我到底是不是如同我们所显现一般存在。如果说这个我它是独立存在的话，那我跟运它之间的关系为何呢？如果说不关待这个运，能够安立出所谓的我吗？在平常我们心里面现起的时候，似乎离开了这个运体就无法安立这个我，所以我跟这个运似乎又不能别别分开。但是我到底是不是运呢？我是这样的一个，我是这个运体吗？当再进一步去分析的时候，又会发现说我不能是这个运体啊。所以透过诸多的证理去观察思维的时候，会发现我跟运之间的一个关系是如此的微妙，它似乎和运不是一，但是它也不能和运别别无关，但是它到底又是如何安立的呢？所以最终才会推到说，这个我只是在运体之上假名安立的一个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部分，就是跟我们平常认知的这个我，平常我们无始以来打从出生开始，每天晨起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会很直观现起一个我的认知，我要做什么，我今天打算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在心里面总是有很多的计划。但是当现起这个我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说这个我它其实实际上它不是如同我们所显现一般存在，那它到底是如何存在的呢？这就是必须我们要学习中观应成的正理，平时时常的对于这个我去做观察。当我们慢慢认知到说这个我并不是如同我们所执取一般存在，对于这个我的执取
就会慢慢松动，就是所谓的危害到这个我执嘛，我执这个单着境，认为说我是这样子独立存在，不需观待的一个方式存在，这种直取境它是不存在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慢慢有这样一个认知，从听闻以后慢慢思维，在心里面可以现起一个所谓的异共相，就是对它对理论上的一个了解，有了这样一个理论的认知以后，进一步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反复的去思维思辨，如果说我真的是如同我所显现一般存在，我们去寻找它，最终应该找得到。但是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从色法的角度，从心法的角度，从不相应心法诸多的角度去做观察的时候，却又找不到它。但是你说它不存在，它也不能说它不存在，你要说它在境内方存在，它也不是这样存在，那它到底如何存在呢？所以为何最终会归结出它是缘起而有，它是迷言假立而有，这是有很大的原因。那这是必须我们平常花很长的时间经常的去反复琢磨，慢慢在心里面才会现起一点点一丝丝的感觉。如果当我们在心里面对这样的一个法开始有感觉的时候，就如同圣天菩萨在四百论当中提到的，我们对于无我空性的内涵，乃至说升起一丝丝的怀疑，譬如说我们在思维所谓的我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对于说我所认知的我产生怀疑了，在心中产生怀疑了，我所认知我真的是如同 我想象一般存在吗？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过去无始以来的知取方式开始产生怀疑了。他说从这一刻开始，这个轮回 就变得破烂不堪了，就好比像一个破布一般破烂不堪了。也就是说他开始已经针对于轮回的根本在做对峙了。一旦我们反复反复的去串习它，最终了知说这个所谓的无我，它是无自性，它只是迷言假立的，了知这样空性内涵的时候，我们就离解脱越来越靠近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才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大的心力来学习和中观应成的内涵。好，再来这边讲到说要辨识所破嘛，其所破之差别虽无边际，然于总摄所破根本而破除者，得能灭一切所破除。这边我改一点，则能灭除一切所破。那这边大师说到了，在思维或者说在辨识这个所破的时候呢，所破的差别，如果说要在免疫法之上去思维它的差别，其实是无量无边的嘛，诸法是无量无边的，然非仅片面所破。但是我们要辨识所破的时候，不是只是在简单的几个法上去做思维的，所以要从一个总体的角度来做思维，而是于一切根本汇集总摄所破根本而破除，则能尚为灭除一切所破。在辨识所破的时候，要从一个总的角度来做思考，而不是别别各法上去辨识这个所破是什么，那个所破是什么，这样子的话你会忙不过来的，从一个总的角度来做思考即可。又若不追根究底，从究竟细微所破殊要而灭除者，有所余存，念堕有边，单着实事，终究这个应该是错字，终究或者说拿掉都可以，终不能解脱三有。那如果说我们在辨识所破的过程呢，我们不追根究底去寻找这个所破到底为何，去仔细去分析所破的恶要，然后去灭除它的话，如果说没有这样做的话，便有所愚蠢。那这时候呢，我们因为对于所破的内容没有搞得很究竟，没有搞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破除这个我的时候，就会没办法彻底的破除，便有愚蠢，这个实质会有愚蠢，还会有一些剩余的，变度有边，只要
还有第十的支取存在，那你就会堕入了有边，有边就是长边，就是第十支取为有第十这一边，单着实事。就好比说秩序派，中观秩序派虽然说诸法是无第十的，但是呢，他们会认为说诸法虽然是无第十，但是是自性存在的，在自方，是自方存在的，去寻找内法，在静的找到，后来他必须在静的那方找到，他必须在静的那方存在。虽然说他们认为说诸法是无地识的，但是认为无地识这个概念它并没有很全面，所以尚有保留了说静在自方存在的这种执取，所以依然就以应成派来看，依然是堕入了有边，那终究不能脱离三有。所以以应成派来看，你只要有还有实执存在，第十的执取存在，你就不能解脱三有，因为你没有断除轮回根本。若未了之所破，其破太过者，失坏因果，缘起自地，堕灭断边，堕断灭边，即有彼见引入而去，故因善明所破为要。同样的，如果说对于这个所破的内容破太过了，搞不清楚，认为说所谓的无地识、无自性，就等于说不存在，说无自性就等于说不存在的话，那就变得破太过了，全部都破除，说到无自性就等于说不存在，这样就变得破太过了。如果说因果是无自性的，就有人把它理解为说所谓的因果是无自性，就等于说因果是不存在，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失坏因果了，就会认为说因果是不存在的，还有这些依缘而起的这些种种事物、次第等等。然后连虽仅彼等名言，亦不知小案例。当案例，就是这些因果的名言，一旦都 一并破除，说因果是无自性的同时，破除了因果，也不曾许有所谓的因果存在，连名言上都不存在，就这样。这样就变破太过了，就变堕断灭边，就会堕入了断边，说一切皆无的这种概念。即有彼见引入恶趣，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见解，说因果都不存在，前后世不存在，三宝不存在，因为都没有自性的缘故，都无地识的缘故，就会这样的一个执取，就会变堕入了断灭边，堕入了断边。故因善明所破为要，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辨明所破，所谓的中道。不要破太过，也不要破太狭，要善明所破，再去破除，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找到这个轮回的根本，去对治它。此谓善明决定发生，或是常见或断见故。如果说对于所破内容如果搞不清楚，一定会产生要么堕入了断边，要么堕入了长边，就是升起了常见。说诸法虽然是无地识的，但是它是有自性的，那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执取，就等于说执取的诸法依然是有地识存在的，这等于说堕入了长边。那说诸法皆无自性的同时，就说诸法皆不存在，认为说诸法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它就是断灭见，它就堕入了断边，就会产生所谓的断见。所以这段总结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要修习无我的时候，首先辨明所破。一开始我们讲到正觉则真实义嘛，正式开始抉择空性的道理的时候，第一步是做什么呢？第一步不是马上去思维所谓无我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而是从所破到底为何。我们既然要思维无我，它这个所无的我，这个所谓我不存在，这个不存在的我到底是什么，先在心里面把它现，把它明现出来，义供像在心里面把它现起来，现起来以后呢，再去思维这样的一个所破的我，它的存在是否是如同我们显现一般存在呢？进一步才会去思维这些无我的种种道理。所以辨明所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今天进度就先上到这个地方。好，那请问有没有问题？老师好，听得到声音吗？嗯，可以。
想请教法师几个问题，就是在409页的倒数第六行这里，下面有一个右笔注释，这边他这个右笔注释这里是指秩序派以下的 中医师吗？嗯，说是是是，对，就是秩序派以下的，秩序派以下。好，那在410页的刚才法师这里有提到，就是在第四行这个地方，法师刚有提到说在这边应该是要以先认，就是从总，就是从总下，从总的而不是从别的来，这个应该就是说从总的角度来破，而不是从别的角度来破的，这个总跟别是指什么？嗯，这边讲的是说所破的一个总相，比如说说到无我，说到无我，它的一个所谓我，它的一个总相为何来去思考，或者说说法是无我的，这个法它自相存在的方式为何，它我们所谓它自方存在，从一个总体的法的角度来去思考，说这个法，我们提到说法它是有第十，它有自方存在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存在方式，它是在静的那一方，我们去寻找它，寻找到后来我们必须要找到它的一个立足点，说法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基础点上来说它存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就等于说在自方存在，就等于说是第十有，所以是从不管是从人上来思考也好，或从法上来思考也好，都从一个总体的角度来做思维。那这个别呢，那别的话，譬如说别的话譬如说、哦、我们在个别的法之上，所以法，所谓的法有很多，无常法或者说、常法、啊、那无常法当中又有色法、心法、不相应心法等等、啊、你如果说要从每一个法，瓶子啊，然后柱子啊，然后桌子啊，每一个法之上去思考、哎、它的所破为何的话，那你就会无量无边嘛，所以你只要从一个总的角度来去思考，其实所有别的法都是一样的。了解，那所以这里的总相跟第二行法师刚刚讲的这个所破的总相，这个是一样的吗？这里刚法师是讲异共相、哦、这边所破总相，这边讲的是说要若未现起，所破总相指的是说若未现，没有现起，在心里面没有现起所破它的异总相，它这边翻译是总相，但是它是我们平常用词是异共相，翻成异共相。好，这边了解，谢谢法师。好，法师吉祥如意。我想请问一下，刚刚您在回答那个师姐说409页的倒数第六行这边的右笔诸师所许，您说这个是十四师，又说它指的是秩序以下，秩序以下，秩序是十四师吗？不包含秩序、啊、秩序不是说十四，可是秩序不是，秩序以下要包含秩序派吗？秩序以下的，所以您的十四师，您说的十四师，它是包含秩序以下，秩序以下是不包含秩序派，不包含秩序派的秩序以下。哦哦，所以就是从唯识中包含了唯识中，还有金部中和有部，还有外道是十四师，是这样的意思。外道对于实有假有内涵，这个不敢确定，但是至少在自部当中。好，了解了，所以这边的十四师就是不包含秩序，就是从唯识开始。好，谢谢法师、嗯、那请问一下，在这边刚刚讲到就是中间有一个则中观师说彼如梦，这边有讲到一个中观师，那这个中观师你有刚刚有特别讲到说他是指到的是师子贤等秩序的中观师、嗯、对，那所以是不是也包含应承派，就是反正应承就是中观中的所有的都是承许这样的，说诸法如梦无实，都是承许这个意思吗？嗯，对啊，中观师都是这么承许、啊、只是这边引的是明显义书，而明显义书是师子贤论师所造，而师子贤论师是秩序派的，他是余切行秩序派的中观师、哦、所以这边释迦合珠才会补充说则师子贤等秩序中观师说彼如梦之时。嗯，好，了解了。那法师想请问一下，那跟
在这一行同一行下面说的与中观中说世俗圣意成与不成的这个中观中，刚刚看您的那个框框里面好像看起来的话，您讲的是应该是只有应承派，虽然这边也讲得到中观中，但是是不是只有指应承派？嗯，这边主要讲的主要都是在讲应承派，只是说刚好这边引的明显义书，他要成立是说那个说时事实，就是就以秩序派来看嘛，说时事实他们是不承许诸法是无地时的，他只是先引这个，然后最后再讲说说时事实是他们所提到的圣意世俗成与不成，跟应承派所许的世俗圣意成与不成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嗯，我会这么问您的话，是因为您刚刚的那个对话框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他就是应承派，就是他也不是这个，是你自己做的一个框一个解释。对，这边你在这边有讲到说，譬如金布施供许，许供向是世俗，然许比自方成立，因为自方成立的这件事也是秩序论师同意的这件事，所以我就想说，你这边要讲的这个中观师是不是就是特别指应承派？应承派，对，对，这边是应承派。好，了解了，谢谢法师。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一页的倒数第四行这边，您刚有解释说，我们要修行呢，要先从自己观察自己，还有和我运体之间的关系，从这边先去下手。那观察我和我的运体呢，是不是一或者是义？是不是第十成立的一或第十成立的义？然后光是这样子可能还不够，还要再进一步的观察那个运体本身是不是第十成立。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我观察我和我运体的关系不能只有局限在我和运体到底是不是独立实质有的这个内涵上，而是要去想说我和我观待我的运体，要去想说既然我观待它，所以我不是自信有，然后又要对运体也是自信无的这件事做理解，所以是要了解的内涵是非常多的，不是只有单独从自信有这件事下手，要从普特切罗是否能独立实质有这个地方开始切入去想吗？您的意思是这样吗？嗯，因为这两者的关系，运跟我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嘛，所以当你了解一者是无地时的时候，你相对性对另外一者执为有地时那个执取就会被 对峙到或者会针对到，所以在了解普特切罗无我从这边去路是比较容易，没错。那去路的时候呢，对于运体之上是否有地时的这种执取 也会因为在了解普特切罗无我的过程呢，它会被对峙到。那我们升起烦恼的时候，那时候的我特别强烈，那个时候的我，您刚的说法好像是说好像是觉得有一个不观待运体的我，所以这个我对那个不观待运体的理解的话，不能只有理解到普特切罗不是独立实质有我，而是要想到说是他不是自信有的，是直接跳到这一层去想，不需要去想独立实质有的这件事，直接想自信有，是这样的意思吗？因为讲到独立自主的实有我，这个我独立自主存在的时候，这个我它是比较粗分的我，那我们现在要辨识的所破是细分这个所破我，所以这两者它是当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所以一定在正的通达说这个细分无我的时候，一定会通达粗分的无我嘛，所以从我在体会你的问题应该是说，诶，是否会先从独立自主实有我到底是如何存在来思考，进一步才会去思考到说我到底是有无自性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这样？是啊，我是想说到底我是要从初分的开始想，还是要直接就从细分的开始想？因为你从一定会经过初分的这个阶段，你要去思维细分的无我的时候，一定会跨过初分我的这个阶段，思维初分我是不存在这种阶段，所以其实是有的。嗯，好，嗯，了解了，谢谢法师。好，法师阿哥再请教一个问题吗？嗯，请说。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上场那个师姐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广论跟略论的这个毗婆舍那的部分，就是说这两个是这两部论最大的差别就是在毗婆舍那这个部分。那之前我在看到那个略论讲记的时候，就是日中仁波切有提到，就是说广论他当中他在介绍 无自性的内涵的时候，他是特别强调破四身的这个正理。那略论呢，它是广泛的这个解释世俗跟生意二谛的这个内涵，并以离一义的这个正理来阐释这个缘起性空的关系。所以他们这两部论是相互的，这个就是互补的作用。那我不太理解这一段，就是说仁波切在这里提到说破四身，就是广论他在毗婆舍那这边是以破四身的正理这边在做解释，那略论是以离一义的这个正理来阐述这个缘起性空。那想请教法师，就是说他这两个的互补的作用，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就是说我们在搭配研读的时候，可能对我对破四身这个部分也不是很理解，要请法师解释一下，谢谢。因为在思维无我的时候，思维无地时的时候，有很多的理路，不管是离义、破四身啊，破很多，还有缘起的道理等等很多。其实任何一个理路它都可以帮助我们思维无我内涵嘛，所以不管它在哪一点强调，你不会说在广论上没有提到，或者说在广论上提到的略论没有提到，略论没提到的应该说略论有提到的广论没提到。其实这样讲，这样的一个程序是比较有过失的嘛。字面上没提到不代表没提到，它内涵上它都有包含在里面，那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诠说而已。所以你说互补当然是可以互补啊，因为在字面上它是没有提到，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正理来去思考，其实它最终的目的就是殊途同归。所以不管是广论也好略论也好，它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去了解所谓空性的内涵为何。所以两个互读，你有时候在字面上看似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去推敲到底大师他背后的意趣为何。所以不会只有单纯看广论跟略论而已，一定会参照很多的注解，譬如说释迦合注也好。因为其实就以广论而言，就是大师的用词还是比较艰涩的，就即使是我找老师上课，他们遇到某些段落，因为在广论里面或者略论里面，他会引到很多印度的论点，这些印度的论著其实从字面上来看，可能是因为经过翻译的关系变得非常的艰涩。所以即使这些格西老师他们在上课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个段落，他也会觉得很艰涩，很难去解释它。我的意思是说广论跟略论，如果你要自己凭自己的力量直接去了解它其中的内涵，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即使是我自己在研读在学习的时候，我一定会参照其他的解释的广论的解释，譬如说释迦合注还有其他祖师对于广论的解释，全部对照在一起来看，那你才会了解说原来大师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甚至是说过去这个翻译的版本其实很多地方是需要调整的，因为它毕竟翻完以后没有进行很仔细的去校对嘛，所以很多地方是需要再做调整的。所以第一个不用着急，那当然说保持欢喜心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可以如果说资源够的话呢，尽量去多参考其他的解释，然后去推敲，不要只是说听谁讲是这样就绝对是这样，自己要去思维去观察。对，那这样的话慢慢你才会了解说大师的意趣是这样。而且大师在讲中观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写广论略论啊，还有包含说善写密议书啊，然后那个中论的大书啊，还有其他的善这个辩了不离善说藏论等等，都是讲到中观的这些证件嘛。所以我们要很全面的了解大师他真正的意趣为何，一定要研阅很多大师的相关的论著，我们才能够去了解大师的意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不用着急，那大家慢慢学，我们慢慢学到后来，你慢慢就会越来越清楚的嘛。那针对于所谓的四身到底为何，后面破四身到底为何，这个后面慢慢都会提到，所以这个部分也不用着急。
感谢法师，法师这样讲我可以理解。所以因为之前看到这一段，以为说就是会自以为说就是好像在广论读到广论的时候是应该用破四身，破四身的这个真理去搭配思维，然后到略论的时候是用一跟义这样子去思维。那刚刚法师整体这样讲就可以比较理解，谢谢法师。感恩法师，请教一下，对于那个普特铁罗独立自主实之义有这个所破，那四中的意涵都一样吗？都没有差别是不是？嗯，独立自主实有我的讲法基本上看起来是差不多的，就经部中为是秩序提到独立自主实有我这种概念基本上差不多。应承派来看，他们讲独立自主实有我，虽然说他们认为独立自主实有我是细分的普特切罗，细分的普特切罗我，应该说独立自主实有我空是细分的普特切罗我，但是就应承派来看，这是属于初分的我，所以讲到独立自主实有我的概念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连应承应该也一样，只是应承会认为他是初分的而已嘛。对对，嗯，好，那法师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中观宝曼论说乃至有运值而是有我值，这个偈颂，那因为秩序派那他也是承许那个中观宝曼论的嘛，因为他是那个龙树菩萨的著作，那秩序派如何解释这个偈颂？他们认为乃至有运值而是有我值，秩序派的讲法嘛，他们认为的我值是独立自主是有我值嘛，对，那独立自主是有我值，这时候他对于运体的执取，这个我再思考一下。哦，好，因为他们断轮回只要断那个不得求我值嘛，并不需要断运值嘛，但是他这样子这一句话他一定要有他的解释，不然他就没有办法成立他的自宗嘛。那我就不太想得透他们是如何去理解这句。好，这个问题很好，这个我再想一下。好，感谢法师，感谢。好，那因为时间已经超过，先到这里，一起回向，请合掌。生生有圣宗喀巴，为作大乘知识力，愿与佛赞上闻道，虽刹那情不暂舍。我知师长宗喀巴，或居多帅，或极乐，任住何处圣净土，我等愿生眷属手，出广大求多闻，中现经教皆教授，后进日夜遍熏修，为弘圣教遍回向。至尊师长受坚固，竭尽事业遍十方，上辉教法如明灯，常破三界众生案。大众请起立。